因为之前太侪这种惊天动地大案件有无吼？是。啊，这个人被收押的时阵啊，当时大家太侪人拢讲这叫做大快人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想这边韦应昌被收啊，应该无人会讲大快人心啊啦。不可能。应该袂啊啦。因为吼，这个国民党政府骗过了大家。罗素如、林益世，包括早前做这，包括迄个五十块嘛，德元嘛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收押吼，过去是还是安尼啦，吼，咱讲真的，是啊，咱讲看到这种人红收啊，咱会欢喜，哎，感觉讲有淡薄啊安慰，这是应该哦。当然啦、啊，因为咱有应得嘛，因为咱人民实在是无法多余，你听。无奈。啊，无法多余的状况之下吼，需要小可有淡薄啊，但讲比较较符合咱其他物件，咱就欢喜啊。是。啊，但是时间一个久了，慢慢咱所发现讲啊，原来这个收押只不过是互伊米来在骗风头的啦。我讲安尼，听众朋友唔知道，感觉讲有道理也无道理。我讲这个收押看起来敢那像是米来在骗风头的吼。当然啦、啊，收啊，有人咧讲讲，伊个本来是好家人嘛，对不对？是，存个过面嘛，住也是住豪宅啦吼。啊，这困也是困偌好的，门床啥种种，迄不管。未你到内底了，总是个环境无好，收啊。是。但是咱坐一个翻头倒转来，你甲看这个过去大案件收啊的人吼，迄收啊了出来无大劲吼，刷落去呢，只有做买啊，迄个司法的判决有无吼？是。哦，迄是差天价地了，对啦。好多啊，要你拿简单记得当记几下个嘛吼。啊，咱昨有甲咱报告过，讲迄个做赵腾雄，哎，就丁雄，哦，赵腾雄，赵腾雄迄个收押了后呢，差两个月都无搞得出来啊。是。啊，出来了后呢，就甲伊限制孤大了后，讲到附近派出所去做一个报道。了后，到人个去录赵腾雄，就卖咧创啥？会过去注意，就是干那一项啦，就是未来伊个判决啦。哦，还是通常咱所了解的，像类似这款的判决，拢变到出世天啊。对对对对，啊，这段时间就无人会注意啊。嘿，啊，因为当时就是已经够有一二三三三大案件发生啊嘛。有人咧讲讲，这届呢，这个做韦应昌有一个专为污点证人嘛，迄、那个就是越南面的大幸福厂迄个嘛。迄、那个元素就是啥物人敢知影？哎，迄、那个元素就是进去油厂内底员工，啊，家己处理收的对啊。不是，韦应昌吃掉这间这个啥进去厂，进去厂了后，这个人忽然间单离开这个进去油厂，去到越南，设大幸福油厂，这明显就是敢那真正，进去指派过，敢那像是派出去的感觉，那个开始收因这个越南那些乌油啦、喷汤油啦、垃圾油、泰国油安尼来嘛。啊，这个大幸福叫大幸福哦，这讲阿你好名，好一个大幸福，足衰，大幸福。你好幸福就足好的份啦！意思讲，无啦，因啦因啦，哦，因幸福，因细为人大幸福啦，因大幸福，咱大不幸啦，咱大不幸啊！哈哈，这位大师啊，那你好名是咧，家己好东家是小子啊！好个啦，啊，有影就对，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嘿嘿，内面有人民嘛，嘿嘿，但是心中无人民，啊，对对对对，了解了解哦。这个越南的大幸福厂，这个就做啥呢？伊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做姓杨的吼，这个杨正英吼，即卖是不是讲专做乌点正英嘛？吼、哦，听讲伊专做乌点正英吼。凡是有人会想，啊，即声你韦应昌，我看你变哪走？有乌点正英出来，这个人讲所有买油过程，包括批示啦啥种种，你韦应昌拢插一卡。有邓仪的音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无可能唔知影，所以检方讲用这个物件咧甲讲讲，啊，韦应昌拢招啊，啊，你搁当面的所在咧硬坐，是，那种比如像我看这段，用进入了，用进入拢招啊，用进入拢招啊，你韦应昌啊搁咧硬坐，听着这段你唔通以为讲安尼这个人大概是啥走未去呢？我甲咱报告，咱大概回想一下啦，吼，是，做一个有记忆力的台湾人，好的。当时林益世这个案件安那办安那办的，迄当时是去互人家录音啊录影，一刀毙命，会记下未？我真有做冲冲的。哦，林益世当时开记者会讲，如果我若贪污，拿出证据给我，一刀毙命，会记下未？是是。开记者会，啪啪叫大细声。结果当时呢，这个就做啥呢？迄、那个一间公司啊，这个叫做啥呢？这个
地用公司的，叫做地用，会加料的。对，地用公司啊，伊这个负责人呢，因为为着要继续做这个生意，哦，啊，当时啊，这个叫陈启祥啊，哦，陈启祥，哦，会记啊，哈，这个叫做陈启祥，当时用录音呢，加林一社迄种嚣张跋扈，可以欢迎谁来？嚣张跋扈哦，阿爸六哭。飞雷眼中无人啊，眼中无人，而且是卡打马赛，这真正是卡打马赛盘瓜皮啊！是是是，你讲内底多干三六音啊？系啦，对不对？身形正义第三多啊！系啦，这拢总我咧管的就对啦啦吼。迄全部录音录个清清楚楚，刷到咧人提钱，迄个态度是较凶暴的那啥。迄种提钱的态度，我即马想想啊，这含乌多去人的面店啊，去人的啥物迄个？扎成咧牙齿啊，单位咧修补，差不多话侪。哦，话侪啊，都三分哦。啊，像阮老大啊，啊像阮老二诶，啊我老三，我分第三分。啊，像即个啊，再修补，啊再加一句，再加一句啊。恁即个地头拢我咧管诶。哦，对啊，加一句啊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即个来做啥呢？即个地用公司诶，即个单客上从即个录音带拼出来诶时阵，是四十分钟诶录音带呢。是。四十分钟落去吧，安尼听讲，比如照你讲，你们谁应该一刀毙恁啊？呢啊，禁锢做枪决是，那判到即马压力判，啊个人就靠你逍遥法官。什么呢？这个单家上咁样乖嘞？系啊，好，系啊。啊，你们谁伊不但是有收啊无？有啊，有收啊，有收啊。啊，当时大事啊，你们谁这个案件落去到底的时阵，哦，一大堆名嘴讲这关起来到底，这哦，这唔是干那不得了呢？啊！你看，这个监工有两个万主团要帮啊呢。监因老爸都冤哪有代志的？哦，这讲到真正是一片认真。啊，监工当初冤哪有代志哦？对对对对。大家对这个马英九也是哦。哦，迄种讲到安尼，阿我拢相信因路。绝对的。坦白讲，虽然到尾也无法度办啊，但是我相信这绝对，因为你们这行情，那有可能讲无参加遐去啊。是啊。啊，但是结果听众朋友，迄个林一蛇案件所有掌控掌握到的证据啦，所有掌握到的证据。有比韦应昌这个较恐怖啊？无，较恐怖。有较济无？较济。有搁较一刀毙命无？搁较一刀毙。那呢？今仔韦应昌未来，我讲伊是免修养、劈红头的啦。因国民党咧办案就是安尼。嗯呐。就咱就记过来迄个啦。咱拄啊咧记啥物人啊？林益世啦，罗素如啦，包括早前的迄个五十块的啦，包括今麦咧讲讲赵丁雄啦，包括李朝卿这啦，这敢唔是拢判罪？唔是还袂判罪的哦。即马咧上诉的时阵，安尼甲你掠去收押禁见一个月两个月，安尼甲你放出来，你看一直到我即马拢无消无息，无照你讲，你若讲林一世迄种讲个，迄个啥物人讲，迄个做地卡了，迄个头家用个掠去关啊，林一世无嘛一审判决出来啊，何来怎？这个当时检方嘛演一出戏演了真大吼，这是特清楚的。当时讲吼，林益世七老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对。所以呢，当时依照贪污治罪条例有无吼，要求谈判就对了。是。诶，啊，照你讲，你要要求谈判，你嘛甲求刑看要偌济，看要判偌重。结果特清楚吼，吕龙一报了后有无吼，伊讲吼，无具体求刑，是，请法官重罚。吼，啊，这是演了水无？真水。啊，那是演了水啊。啊，这含三分迄无。你暗手头一模一样，啊！结果当时就开始就来讲，哎呦，阿卡呢？如果你检方掌握的证据证明你一事真正都已经真严重啊，是，啊，这也属实啦。现在你参加求刑都唔敢，即系当求到倒呢？求到无期徒刑，用贪污治罪条咧，会当追究到无期徒刑。但是咱讲实在，结果，个人不出所料，所料安那，一个上去到。发言了，安尼，贪污拢总无做，拢总无做，贪污的部分拢总无做。林明生，林明生去钓着一个啥货？你敢呐？去钓着一个讲到做啥呢？迄个做诈欺也是背信啊，啥都未记啊，也未记啊，买诈欺也背信。就是反正本来就爱用贪污做判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一个做官的人，你去人收草包，无用贪污做判，竟然用诈欺判。上好笑的就是啥呢？等风头拢较过啊了后，小美金的啦，唱钱的啦。什么种种，包括个有诶无诶，即个共犯就是因兜死诶人，是拢总无罪，啊，就哪样？全部拢总无罪，啊，林益世安那，讲甲判一个，即个做七年就对了。七年，七年是一审，怎么搁咧做诶呢？林益世迄个七年吼，歹势啊，我即马看着啊。林益世迄个七年叫做啥？你敢知影？叫做恐吓得利罪啊，恐吓得利。
啊，这若恐吓第二罪这种物件，这以后这个判例到底这上面几档啊？啊，搁再加上讲呢，因为伊无在交代讲遐钱项的来源，所以搁加一个叫做两年财产来源不明确，搁加一个，搁五年加两年，安尼合并，讲甲你们是判偌久了呐？讲甲判一个七年四个月安就对了。伊这如果那不是用贪污条例甲判就对了。以这个恐吓和第二罪有可能是会当加加刑的哦，但咱讲七年一关三等半就当出来啊，但是咱讲实在哦，啊，起码跟你上诉未来会判咱咱。这个案件吼，现在咱应该讲为应枪，我那讲林立社表听讲，比如去上等啊，就是讲，照你讲，单体上是检举人嘛，是，结果安内呢，伊要转做乌点证人，袂当转呢，好，伊要转做乌点证人，袂当转，刷落去安内呢。这个单客上明明付哦，林一石6300万哦，这两个人到尾安那，爱搁再去罚一个250万，得着讲以贪污罪的犯起诉，这是单客上，这是沙洛因带出来，没有林一石一刀毙命的，迄个尾啊，洪枪啊出仔，迄个洪枪啊出仔，迄个尾啊，摕250万出来，得换一个犯起诉，啊，伊的罪名是贪污罪。但是林一世收钱的贪污竟然无罪，是。而且怎么样？你看，魏青这边你有感到欢喜无？咱直接去补一句话，我面前都补一句话。林一世敢会比魏应昌较大尾哩？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所以林一世咱讲真个啦，伊政治财产有影，伊较悬啦。伊不懂伊是政治财产嘛，伊不能是政敌嘛，伊不能政敌啊。但是呢，魏应昌。迄种就做啥呢？假富的就对啦。是啊，甲伊的关呢，尤其即卖佫叫银眼娘出来啊。包括因即口罩伫台湾政界，含包括吼伫支那遐盘乱，或者是我官员，敢会输林一世？袂啊，赢伊过过啦。林一世这个案件安那呢？迄个就做啥呢？单客上有罪哦，个贪污有罪，用钱去换换起人。但是林一世贪污无罪，所以变成林一世收钱的人无。无输是贪污，是，但是上钱的人不但从枪下耍了，伊阁犯了贪污罪。他甲咱陈总统抓倒变，陈总统是安那？陈总统是伊有贪污，但是上钱的人拢无贪污，拢无犯了，拢无贪着了，迄个是贿选贿那个贿赂啦，哎，拢无犯了迄个。